首先我们把录音笔的耳机接口接到电脑的线路输入，就是这里，把格式调到16位专业音质啊，或者如果是找不到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可以到设置里面来找。声音设置里面点麦克风，就是输入的高级，调成两通道16位录音室音质，然后还要把扬声器的默认格式，扬声器默认格式调成16位专业录音室音质，这两个地方要相同。如果是没有这个驱动程序的话，我们可以在声音设置里面找那个扬声器的设置。这样我们打开 Adobe 的那个录音软件就不会起冲突了。新建音频文件，把这个也调成19200到16位，点确定。一个是新建音频文件的时候，这个要跟这个地方一致。扬声器线路输入跟那个 Adobe 的录音软件这三个地方是要一致的，这样的话我们录音的时候就是两个音道了，看到吧？录音的时候就是两个音道。如果是插到麦克风接口的话是单音道，要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。